看看新闻网。新京报撰文说，两会拉开大幕，细心的公众会发现，过往那些轰动一时的社会热点事件，很多都进入了代表委员的视野，甚至被写入提案议案，进而成为搅动两会舆论的热点。比如防解公案事件，让公众对以户口和身份证为核心的公民信息制度打上了问号。全国政协委员冯国琴和陈海刚联名提案，建议加快唯一性公民信息全国联网体系建设。文章称，代表委员多一些问题意见，多回应一些社会热点问题，多从社会热点中择取建言献策的由头，并从制度上拾遗补缺，会延续新闻产生的社会影响，推动制度层面的解决。